呢個月份就係你嘅生日月份啦。啊、有冇諗住點樣去俾自己去休息一下、玩一下，定係點？冇啊，我要去做評審啊，係北京嗰個。係啊，係啊，係啊，係會唔會都要抽時間同即係老公慶祝？應該冇，應該冇時間。其實年年都係咪冇乜話刻意要慶祝定係點樣㗎？我覺得生日就是一個機會去吃喝玩樂的日子咯，其實現在我有很多機會可以去吃喝玩樂，所以就比較不是很注重這個生日了。是啊，OK， 好，好，謝謝，好，OK， 謝謝，Thank you。